水豚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60公里。一大二路左转。一大二路啊，在一大二路，还有一大六啊。那表示他通那条通路是通到他们公那个游乐场就对了。狂叫啊！现在还会叫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，那刚刚狂叫好几次，你都没听到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是那到底哪里叫？没有查出来。有时候会叫，这一台啊，那台应该是没有声音啊，就一直叫啊。你听起来是那一台的、啊。对啊，怎么听都像是会声音从那边发出来的。这个只是那个插电的，里面没有什么喇叭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又来了，还是这一台？对，有可能是那一台。那一台没有开啊，我给它关掉啊。你看又来了，是不是电台？七九六。对啊，这样子就没有，可能有电台在里面跳。你们又叫了？啊？又叫了、啊，松动，那个是松动，知道，收到，答案在这里，又连叫两次、嗯，是不是你那台机器一直叫啊？我这台没有啊，还是上面那台？它又叫了，莫名其妙，没关系，你看，你有听到，你有听到吧？踩个刹车就被狂叫，踩刹车就会叫。我踩个刹车在狂叫，有没有？没有听到、啊。那么大声呢、欸？这大声呢、欸？那有听到？我，你看我幻觉，我幻听是不是？这大声呢、欸？有没有？我踩刹车就停。我踩刹车它就叫。踩刹车就会叫。有没有？哦，是踩刹车是有声音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以前我在开，你看，一直叫。我在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声音啊。莫名其妙。我在开就没有这种声音啊。我踩了它就叫。叽叽叽叽，安尼，那你要起来声呢？叽叽叽。哎，有没有？对，真的有声音呢。它是出声音。哦。一直有这个声音啊。踩刹车才有，那是哪里有问题？我不知道。应该是我一踩。